Wong.天气好风，天气晴好，在阮公梦时候，阮叫松荡，实行为好修，成欲为中人，中阳之态，阴人之中，靠达万日福宫，正气冲霄，万魔哀嚎。而在清楚的混沌之中，伴随着摧毁阵风，我啊勇勇的发挥信仰，飘然而至，我有初兄洪文宏，所老更怯，用人不减风采，紫金霄碧玉琴，宫廷耀明，昙花振声，雄鹰逍遥，一色游人，感应变数。一无做好，龙火相杀鬼，主王前面急杀之恨。父老两袖，这次灭亡，不想怪有回落不起。师父，执行，红冠。专心虎丘一剑挥袖，永远正道总是阿弥高魂吗？阴兵不力，受不了本座毁害神鬼之众，若真如此，何不再凶雄色鬼气，我暗交换，最后再气，就在雄色鬼苏醒之际。啊！一股鬼邪劈压青城光华，自短袖之处颠覆，火龙相鬼顿时烟消魂散。嗯，三公之玉。同盟，那又如何？三公之玉，能将你击溃相杀鬼，就必定撼动得了我，夺回三高巅峰四号。嗯，如果的藤下干得了他，谁告这个杨如文两袖，特他花了团，不是。剑道惊鸿，千人祭万人轰，可闻江湖顶峰，三出秋水顶不见，天下无相。就好不，今夜三高顶峰之中，终结虚无团水。刺客刺客，如得识三高顶峰，金环再会。三人配合三公之玉，迎星宫击败虚无，封印混沌之辉吗？